你要还多少年？我要还25年。Hello, I am here in the apartment. It's from one of my friends. He bought an apartment. The apartment is like 8 square meters and it cost 5 million yuan. It's like 600,000 euro. My kitchen. This is bedroom.This is another bedroom. Hey, 欢迎来，坐会儿，不着急。就是刚开始买的时候压力还挺大的，但是买完之后迈过去那个坎儿。就还好，然后最开始要到处借钱，然后筹钱，把自己身上很多东西都卖了，然后筹钱。你要还多少年？我要还25年。你能保证你25年不失业吗？不能，很可能过几年就会失业。你要失业了怎么办？所以我在想，如果未来失业的话，我现在就开始做一个副业，能让我自己养活自己，然后这个房子租出去之后能够。我每个月还贷应该少了很大的压力的，可能我们会再买第二、第三套。你有信心你不失业还能再买第二套、第三套？所以说有时候盲目的自信也会有一点作用的。这个首付你存了多少年？为了付这个首付你存了多少年？首付整整4年多，真的是没有去任何地方玩，没有去任何地方高消费。对，都没有一次去旅游过，都没有。你觉得值得吗？啊？你觉得值得吗？值得，值得，真的。中年男人的北漂故事。在你这个年纪能买一个这样子的房子，运气？你觉得是运气？运气？你觉得运气是因为自己找了个好工作吗？不是，是因为我买股票买对了。你买了股票？芳姐，你应该是不缺房的人。我没有，就看你想不想要，你想要你随时都拥有。我不用买房，我嫁一个有房的男人就可以了。好，欢姐，你觉得这个房子怎么样？我觉得这个房子好贵啊。除了贵以外，还是不会花这么多钱买这个房子。你觉得值不值？我觉得，哎，500万太少了。500万80平，我去。我个人是不会花这么多贷款，我给自己这么多压力，因为我都不知道我下个月可能就失业了。太低调了。With this price in European country or in America, you can buy independent house, but in Beijing, you can only buy such little apartment in very crowded area. 那个，打过来，那个招工一会儿，然后兄弟直接回复你呢。哦，行。估计过两年吧。还要过两年？对。生几个娃？两个娃，今天跟别人聊的这个问题，是吧？我是比较小娃，我是准备今年养狗，然后凑